这个是鲍螺啊，咱家卖那个98散份的，然后它也叫老婆脚，因为它这个肉特别像脚丫子，所以叫老婆脚。这个是捞汁的那个麻椒口味的，然后这个是辣炒的，然后把这个拆，这不好拆。现在我把他们俩都拆开了啊，然后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捞汁的，这个是带糖的，他们两个的价格都是一样的啊，98米三个，三罐。然后再尝一个这个辣炒的，这个是个大的，这个是辣炒的啊，你上面给我塞。辣炒的也不是很辣啊，都不是很辣。这两个可以一起拼啊，如果说你想要那个捞汁的，或者说你想要辣炒的，自己备注上每样要几盒就可以了。好，咱们家这个鲍螺发的是顺丰快递啊，发的是顺丰，就是这样的。